哇，要上班了，好兴奋呐！可以更近距离地观察人类的活动了。苏墨婷，嗨，今天挺早呀。地铁吗？不堵车。哎，你今天喝的什么呀？焦糖拿铁，我喜欢甜的。香草牛奶也很好喝啊。哦，那我下次试试。哎，这么巧啊。是啊。嘴上说着不喜欢和人打交道，一旦上起班来还是很开心的嘛。上班果然是一件会让人变得幸福的事情啊。早上好。啥呀？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一上班所有人都变成丧尸了？这就是班呢。明明这么痛苦，为什么还要上啊？那是因为这是什么？好强大的气，这股力量控制着每一个人，这才是上班的真正原因吗？看来人类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。某某银行提醒您，本月工资已到账。